请咱第一位。哇，我来几下。啊，咱三位，啊，咱三位有几台机啊？会长洪副主席，啊，咱的队伍的咱贵宾啊，啊，甲各位各位前会长，大家在座，诶，咱十二个领导吼，是国际的领袖啊，虽然早间停了一次，但踊跃来往参加吼，感谢大家吼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哈，咱咱在座的这几位长，还是各位怎样有想要甲讲句话未？我的继续下的意思啊，秘书会务报告，我们这边有几项要报告的，配合3006-7年度会务推展目标，国际基金 LCIF 每金1000元之推展，请各位私友踊跃认证啊，认捐已经有人买了哈，那我们的黄前会长，好、啊、黄进来黄前会长哈、啊，本会定于。2019-20两天，星期六跟星期五办理本年度四强活动。台江国家公园、台南曾文山乌龙大酒店、爱滋味新港相遇两日游。本会致师兄早全部免费，其亲属每人参加费用4000元，4400元。师兄早报名时请。缴交保证金每人新台币2000元，欢迎各位师兄踊跃报名参加。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1月25日，以便游览车及房间的安排。啊，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报告过了哈，那、啊、希望说还要去的还没报名的，请赶快报名哈、啊。第三点，本会第三副会长林茂兰师兄亲自定于12月26日举行稳定之席。于当天中午12时设宴新庄国际宴会厅，欢迎各位师兄早踊跃出席参加。啊，会议由代电馆统一支付哈。第四项，其他有关事项，请参阅12月会理监事及各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席会议记录仪，这个已经发送到各位的，已经有发文出去哈，各位到各位师兄的手上。Thank you.